遇到生活中的烦恼，你怎么办？就是说有一个年轻人就说啊，那个这个驾驶闯红灯，然后害他跌倒。状况是一个已经很有强制力压制的状况嘛？可是你说，如果我们一般夫妻、男女朋友之间，老实讲，我们在实务上真的很少很少去碰到说男生要去告女生这个性侵害的这个案子。我将邀请百大律师团为您提供多方面的建议，敬请锁定敬天电视台律友敬。